好的都要随叫随到，送得好快。饿了就要饿了么。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。我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。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。万家乐，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。万家乐，乐万家。好了，比赛开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的点位啊。哎，什么？这不用看出生点位了，直接。这什么战术啊？这脸上撕不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，哎，小 Q 现在那么飘逸啊？我名字都还没改完呢。哎，你没那个怎么？你没血是怎么挡这个冰营 rush？名字还没改完，他你妈都 rush 了。他什么打法嘛？就上来到别人脸上点四个冰营，然后他打的是你爽不爽？妈还有这种打法，这是什么打法呀？死了，他血池都还没好，这怎么挡嘛？这招就无敌呢？不是无敌，我觉得他位置得卡住了。就裸双，我卡个位置，直接四冰营一波。不。有机会，有机会打，有机会打。哎，别打了，出采矿了呀！本来就，哎，还在打，本来就穷。他也会操作叉的呀，他可是小 hero 啊！哎，这个叉什么情况？卡住了！卡本，尴尬了，卡了一个叉。咬不掉！哎呀，太亏了！六个农民家里面管子也没叉，他打毛啊？这打？哎，那个就。冰营还有十八点血没打掉，又出了个叉，哎，又卡了一个，哎，把这叉了吧，哎，别打，这时候不能打，不是，我是说他把这个冰营叉了吧，守住了呀，怎么守着叉，卡了两个叉，他如果这两个叉不卡，他就赢了，哎呀，你妈的，本来以为是个无敌战术。自己卡两个叉，多两个叉稳赢版啊。对，终于查了。不是，反问你爽不爽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未必能赢。还有两个兵营呢，关键这狗逼家里面开始运营呢，十八个农民。我觉得还是输。对他十八个农民打进去还是难受啊。最后插打狗怎么都是优势。对。关键他让你两个插都打赢了。哎呀，这个位置卡的，哎呀，这狗好难受啊！那怎么办嘛？死了！死了呀！插死了！小朋友，他造个水挤出来，造不下去！你妈别搞笑了，造不下去的，你妈自己把这个位置卡，你怎么造下去？哼，别造了，算了呀。这 Impact 的操作已经很好了。小黑有二级就点了黄金矿，他现在就用叉跟你换嘛，换好了，把那个卡在里面那个叉干了呀，这样的话不就又可以卡一个叉了吗？哎呦，这个你想说，对啊，白打了呀，没有他设置出那个点，二十二农民打十四农民，
好了，放弃了这个地方，家里面开始运营。小号有优势啊，22个能打14个，这能守住已经很屌了。不不不，还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不是，是自己的问题，但是守住我觉得很屌了。Inbaget 还是坚强啊，坚挺坚挺坚挺，这都守住了。不，这个战术大家学到了吗？就这张图可以用，好贱呐、啊、这个位置。哎，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上来不是看着你这么造吗？啊，老子基地退上面插管子，你怎么办？然后我去开，然后我去开黄金矿，开黄金矿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四个兵，你怎么办？骂这么说也没错，但是嘛，金太的也解头啊。哎，哎也没进去。哎，过了，哦，他那个出来了。哎妈，这种小操作你就不要跟小黑儿玩这种操作了。他还要留狗，这狗憋，哎呀！肯定要留，肯定要留，完一个都完了，完了完了，一个都不要走，往上飘。哎，飘歪了，不过没事。哦，他是压制带狗上去啊，是压制直接。现在这其实就很难弄，小哥黄金矿都开起来了，农民虽然有优势，经济差距太大了，直接蟑螂一波吗？妈个蛋，出了个孙一峰在那里瞧瞧了全场。不，他这个一波太凶了，经济优势还是开的黄金矿，你这怎么守啊？ Inbaget 已经做了很好的选择了，出了一个那个，出了一个女张刚潮重潮，好像准备要打一波了。对吧，这个一波没有没得打，我靠，挡不住，这一波没得打，死了。小黑儿问他，死了呀，别坚持了。嗯、把他赶紧把这两个兵打掉才行，一会儿不打掉，这帮人进过来开一下才搞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开一下也就开一下，无所谓的。也是啊。多个兵多个兵而已嘛，这个局面已经不是说多一个兵少一个兵，已经到脸了，刷兵了，准备他还带引刀了，到时候切，太他妈狠，小二这波很极限的，我觉得这波居然守住，引刀也把你砍死，怎么守住啊？根本就不可能想得到有引刀这件事情，压力太大了。哎，他正面其实操作有些失误，冷静静加，再来一排叉、哦、取消正面封路口，狗屁，好，砸开砸开砸开，再封，这基地都掉了，你妈的，家里面呢？哎呀，太惨了，家里面你还要不要？怎么办？强杀基地，如果换我就强杀基地了，再封一半，封一半，好了，装了走了呀，拜拜！什么拜拜？我再刷一排，刷一排引刀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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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太他妈狠了！哎呦，三个非洲人，三个非洲人，奇迹！那小黑为什么打那么飘逸嘛？为什么打那么飘逸？哎，他妈平时也不怎么练啊，关键是狗逼。对啊，也不练。小黑最近不怎么练的，他说心境没意思。他说，感谢。求老仙奶XRC 六级过不了的一个飞机。进。他平时不怎么练，他妈每天练那个瑞文，我靠。啊，不过他肯定会违规练，因为星际是他职业。对啊，但是他前段时间我看他不是天天在练他的瑞文吗？哼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当你成为职业的时候，其实你就。没有了以前那颗对游戏这种热爱的这种初衷了，就很少有这种选手。像就你如果说在你的就上升期的时候，其实你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，像什么现在的逆博这种，我觉得真的挺就他满脑子都是新增吧，这个时候是他上升最快的时候。 对， 对，感谢老仙今晚球预测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妈俄罗斯至少赢两球，切，跟你说了的呀。真的，他每天练，他妈老看他打，他妈天天在用那个瑞文，又鸡巴菜。我看他打了一天，他妈一盘都没赢。光速，哎，我再问一遍，
光速 QA 你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听起来很屌的操作。你妈是谁先发明这个操作的嘛？我不知道呀。妈的，给老子解释一下光速 QA 是什么意思啊，兄弟们！不知道呀，反正就是他们据说是撸啊撸里面一个很屌的操作。走 A 的升级版，我只知道反向那个大，我知道是谁的操作。我知道反向大，我知道这个。感谢孔霄银 QA 按的快，总选进不了神器的一个飞机。QA 按的快，你妈就是光速 Q， 就 Q 可能是个技能放出去，然后 A 可能是 A 一下，就这个意思。就边走边放，可能是。那你妈的这就不就是甩枪兵吗？不就是啊？哎，反正就很难。光速 QA， 这肯定很难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说光速 QA 嘛？肯定很难这个技巧。你也不要。好，双方第二场比赛，地图上方十点钟方向就是橘黄色的虫选手 Impact。哦，他们说是王者小弟发明的。嗯嗯。说一下地图下方的无点方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小 Hero。哎，王者小弟又是谁吗？妈的，以前斗鱼的一个。对，就是好像就是别人骂他就很爽，然后你妈是个抖 M， 对对对对，是不是嘛？对，不是他是抖 M， 而是这是他直播唯一的特色。就你妈的，只要他别人骂他就爽的一逼。是的呀。就我大概就知道，好像是一个叫做王者小弟的，好像你妈每天都在被人骂。是这个不啦？就这个。嗯。我撸啊撸我是从来不打，一盘都没打过，所以你们跟我说什么啊？我打过五盘，不是一盘都没打，我打过五盘了，回忆起来了，被人拖着了，妈，我就用那个拿着一把，就那个亚瑟，你知道吗？就黄者那里面亚瑟一样的英雄，妈那个什么英雄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看这个有点帅，我就选他，妈打了五盘，妈被人杀的妈妈都不认识，就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盖伦。盖伦啊？什么用的盖伦？好，就变亚瑟，你妈的！他妈每次转要喊德玛西亚那个是吧？啊，就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德玛西亚，他们这个，就这个名字，哈哈，盖伦，你妈的，我说王者荣耀我还是打过的，王者荣耀当时是上来2010年的时候，哦，不是王者荣耀，那个英雄联盟。2010年的时候，上来是那个腾讯，那个时候刚拿的代理，还在内测，然后他就给我玩那个内测的时候，那个金币还是无限的，随便买英雄什么的。怎么叫我在带节奏？我哪里带节奏了？妈的，是很像那个亚瑟的呀！哎妈，就是很像，是很像。妈，亚瑟上来也是转转转的一样的。然后当时为了出于工作嘛，因为我们要做比赛什么的，我就玩，然后我选了个吸血鬼。然后后来国服开了，我玩到18级，你妈打了每天打一盘，打了一年，你妈打到18级，哼。然后他们要30级才能开始排位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排位过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说英雄三国，英雄三国做的非常好，英雄三国做的蛮好的，只不过生不逢时，再加上这个策略是错误的，定位有点错，对。好，这边4人图啊，直接两兵营。哎呦，这个不一定守得住啊，他完全不知道对方两兵营，你别给他走远了。这两兵营过去估计至少是6人民起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觉得自己玩撸啊撸就怎么样了，我告诉你，他妈的，老子玩撸啊撸的时候，国内也没几个人玩撸啊撸，妈搞得跟真的一样。我玩撸啊撸的时候，你妈你们那些所谓的大神，你们还在玩Dota，我靠。跟你说了，内测的时候我就在玩了。那都，但我是因为出于工作需要。我再跑了，我靠，装了。马上4个了，真是这样的呀！妈，我跟你说，撸啊撸最早的时候，妈的这些队员，你他妈谁都不认识好吗？到后面才有什么若风这些的，那之前哪有若风什么 PDD 这些的？之前都是不认识的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还你妈的第一届比赛在我们公司打的，妈打完了输了还打架，我靠！哇，他输了之后一个、哎、一个，
一个号称是一个富二代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妈输了比赛，然后在那个酒店里面就去找赢他那个人打架，然后2010年打完了去 WCG 打表演赛，还有以前那个还有一个你妈什么竖中指的，我靠，就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以前打 DOTA 的，后来去打撸啊撸了，后来在一个比赛里面竖中指，然后被禁赛了。那哥们儿以前看到我也叫我哥的呀，靠，那些都是你们撸啊撸的前辈啊。都不认识的人，哎呀，你问他们，他们肯定知道谁那个竖中指那个呀，不是他比，他比都是后面的嘞，什么卢本伟他比都很后面的。哦呦，这秦王绕珠绕的有点好啊，刚才秦王绕珠，一个都没死，这个、一个都没死。哎，真的有这个一个竖中指的，对对对，啊呀呀，对对对，就那个啊呀呀，你妈以前他是不是若风的大哥嘛？你妈也是长沙的，是不是嘛？以前打 DOTA 打不出来，后来去打撸啊撸的。啊呀呀，是不是？以前就叫我也叫哥的呀，也是你们撸啊撸最早的前辈了。不要再带节奏了，不要搞得你们后面玩了几盘撸啊撸就搞得好像我就不懂一样。不要再带节奏了，待会儿妈又被人喷。喷我干嘛呀？看比赛了，我靠！不要再带节奏了。22条狗一出，什么意思吗？他没办法，他知道对方要过来搞他了。就算你22条狗一出也没用啊，只要这个攻速好了就没用啊。共鸣之刃，他再走过来还飘二矿，这狗逼！哎呦，这怎么办嘛？这怎么办？但这个位置卡的不好，这个飘的有点不好。哎呦，我也缩成一团吧。说一下，打干嘛？狗打得过我的呢？那换的爽的一级。哎，这几波打完又来了呀，又来了呀！他家里面为什么是维亚直接还要骚嘛？他要骚到底呢？你这样有维亚的话，你就多补几个兵，直接一波就算了。对啊，打的还不够狠。6个使徒，要双线要骚了，两线飘，这个你妈的这边二矿怎么办？还要动别人，这狗逼！哎呀，反应还是有，反应还是有。上面回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这波反应还行。奈的其实基本功真的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反应已经很快了。应该可能一般的虫族早就崩了。他主要是他的那个，他也不是那种无脑头，他是知道你什么，他脸要过来，所以在那个时间点牺牲经济爆了一波狗。什么的呀？三矿八兵一波呢？我就小黑永远在出手。又要多线，哎，我觉得他多线到底了。虽然有蟑螂，但是他是先投四个到二矿，然后在主矿刷一波兵，对，然后三矿再打，位置压力太大了。哎呦，他这个进攻三线全部在打，二矿守住了，在主矿怎么办？他现在分两个去点你农民，你怎么办？这波分两个使徒，他应该没有这个使徒。不，他其实已经骚的对方快死了。其实如果真的刚才做到完美，就应该再分一波去点屎。妈，老子欧不过来了，好烦呐！不朽已经走脸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又是11个农民，12个。其实 impact 的这个分多线已经分得很好了。还能守得住，下面又来了，我要真的分的已经很好了。感谢球奶，我罗拿不了世界杯的一个冠军，一个飞机。我罗 C 罗吗？ C 罗呀。嗯，好，再一个多眼插插起来打基地啊。这三号人线不要他直接哎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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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没有能进接一下？还是没能进，还是很伤啊。农民还在跑，三国农民还在跑，谢福德在跑这边，哎，守住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波可以。哎，很强啊 ，Impact 的这种都守住了。反打反打反打。虽然劣势还是挺大的，就看这波反打。按在地上，各种被鞭子抽，居然还能够打成这样子。两个不朽再刷一轮鞭，上个陷阱呗。这边没上。哎，已经很强了，这种守住还能反打，虽然我觉得反打也没什么卵用，但是这干嘛这反打了呀。哎，三矿裸防啊，可以飞一波狗，可以飞一波狗，你来干嘛，你来引刀，哎呀完了，包夹引刀是有点贱，包夹他你们等了半天就等这个引刀，你们全线的往回跑，你最唯一的一次机会什么都没打到，还送了一波狗，被敌柱插各种插，这是被追杀了。这个，等你眼虫过来的时候，你兵都已经差不多了。甩的还可以。空上面引刀还在截，哎呀，他到你脸上就可以合球了。他不要，他还要骚。这我觉得正面合球一波了吧？不，我告诉你。小 hero 你妈的要被 Rogue 制裁的，一会儿看你妈有点过，我觉得真的有点过，你妈打得很过分，他那种，但是很好看的，你不觉得是很好看，他的比赛真的很好看，过分管过分，但是很有激情。好，你来，我咱们家里面再骚，不愧是骚浪剑，落后30人口就上岗，哎呦，砍不死你，我靠，女皇给你砍了，装了跑走。女皇砍装了跑，下面在打节奏太快了，我感觉你 F2 了，来忙不过来了，回城但是家里面被搞了，家里面哪里被搞了，家里面被搞了呀，三矿他不然不回城搞毛啊。哦，三矿被穿了一波狗子，哎，可以啊，你 OB 不过来了， OB 不过来了呀，你妈这两个人好强啊，你不要说，我觉得 Impact 有机会翻盘，这个可以可以， Impact 的这盘其实水准很高了，抗压能力相当强，妈一会儿让肉哥来教育他，这个狗屁，他其实刚才合球打正面一波早打死了，他不要，他一定要浪。老年 OB 他们说我是，没办法呀，对方强呀，那怎么办嘛？这就是协调性，选手能够做得到的东西，其实你真的你 OB 的话，你还 OB 不过来。好，下面又来小黑就出，直接去开四 GD。我有这排狗遇到这排叉，上面又来继续骚白球。把 Impact 那么坚挺啊！这兵其实还真爆出来了的，真的有点多，很凶啊！这都爆得出来，三矿挤了很多的蟑螂出来，其实说明有一点，就是他在被搞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助卵什么的，农民保持的也还不错，真的很强，而且很扎实，很扎实。从目前这个分兵也不乱角度来说的话。虽然说现在还是劣势，但是总体来说过了吧，还能打过了吧？妈，你不死啊！今天，哼，干死！好了，一波了呀！带了个农民过去干嘛？拍基地呢？拍基地，闪电蛮好了。他真的带个农民拍基地的，打一次。5个不朽，没用啊！他稍微少了点，有闪电的话，他有闪电的呀。他刷两轮，上面还有一波叉，不少啊，叉哪里少了？他藏了一波叉上面，个几个兵营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兵营，刷两轮。兵营肯定没问题、啊。刷两轮叉，那么多火蟑螂、啊，有点拼。Impact 的这个暴兵真的强，这种局势居然还能憋出那么多的火蟑螂，我有点佩服他呀、啊。真的真的凶 ，Impact 的这个暴兵。那你叫什么？万佛朝宗，老子干死你！只能万佛朝宗了、啊，这个时候。
上边被砸了，哎呀，被砸了，跑吧，没地方跑。哎呀，这闪电！再来一把电，继续拉，继续拉，万佛朝宗，干死他！万佛朝宗，哎呀，这几把电，没有闪电的，干死他，打死他！都花了，哎，翻盘了，干死他！老子都看不下去了。他赢了 ，Impact 三矿神族打四矿神族，真的屌！这波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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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脑现在年轻青年轻不动的一个飞机啊！感谢兄弟啊，感谢兄弟，真的屌，真的屌，这他妈都打赢了这波。小黑要后面包，看他怎么包了这波。他在等，他在等闪电吗？但是 Impact 也不停的接兵啊，三矿全部打干，挤出来的一波兵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觉得什么人口一直领先，什么虫族人口领先是很正常，他这个部队就应该从人口领先的。不，我只能说这波火砸的真的有点好，拉扯也不错。对了，小黑都不敢信，这盘居然输了。四矿神族被三矿虫族这样憋一波憋死，两攻就拼了这一枪。四把电没用了，一把，两把，三把，四把合球，但没差了，完了。这个其实已经不错了。继续，一比一，让你骚，你妈的，真的骚，全场被一拳打死。明白的可以。哎，这终于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了。对。不会是 Impact 啊？不，这个他真的能憋，我跟你说 ，Impact 就真的能憋。不是能憋就 没崩能守就没崩嘛，就打不死，你再怎么样都打不死，没崩。真的，他如果基本功不够那么扎实的虫族，那几波骚早就骚崩了，经济都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。妈的，鲁西亚都有6500分，我靠！干嘛鲁西亚有6500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我就感觉鲁西亚在我心目中没那么强呀。不，6500很多欧美选手也有。对不对吗？话说的没错。哎，我就这样跟你说。我现在就跟这样跟你说，西瓜今天开始打的。啊？西瓜今天在打。嗯。现在6122。他多久没打了吧？他很久没打了。他今天是。他就最近两天在打。他打 GPR 吗？我不知道呀。你怎么知道他最近在打吗？那么他在线，我他好友我不知道，就打了三天。他一共就打了三天。打几天吧？打了三天，打了，我看看，我看西瓜三天打了多少。看不到，西瓜应该三天打了100多盘，那么一百盘不到，应该。那我估计他应该 GPR 会打。对啊，不过好像你打出来了吧？没有 GPR 没打。嗯，就最近要，最近两天要打。我们看一下尊点位，地图上方的连人范就是橘黄色的虫族选手 Impact， 地图下方的蟹人范就是红色的神族选手小黑肉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说，就是6100、6200不是一个什么很难的事。如果对职业选手来说，嗯，如果你是一个职业选手，你的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，或者你要拿 WCS 冠军，6100、6200是必须要打得到的，他妈就闭着眼睛都应该打得到的。你的目标是要，如果你定位就混口饭吃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你定位要是拿冠军，我觉得你应该至少应该保持在个6500。他这个是什么战术啊？冰为什么这么飘逸啊？我没看懂啊，这妈这个冰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打 TP 吗？我这是两冰营。他不想让对方看到，房子过来看不到，这样的话。我是农民过来看不到吧？6100分呢，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，其实已经挺高了。这个，因为但是中国也没几个人。但这个问题绝对是有的。哎，卡了一个，好了，农民卡进去，尴尬。
卡本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嘛，如果你真的你打很久，你慢慢每天苦练，拼了命的练，你就卡在6000分左右，那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的。现在的选手，你看那欧美的那些什么索托夫，这些打打也就6500了，6400、6500，那肯定是别人也有实力的呀。他这个卡本你妈卡的太搞笑了。哎，他不会第二个也卡这里面吧？难道小黑是故意卡了一个农民在里面，然后让 自己的这个使徒不卡在里面？不可能的，老再不行。哎，这有什么意思你吗？这个两兵营就为了让对方看不到两个兵营啊？这你非是不知道他们不是看到了吗？两兵看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安可不就退了吗？不知道呀，谁知道呀？还有其他 OB 的，那么多 OB。直接拉上去。不，我知道小黑为什么卡个农民在里面的。对吗？他不是说不能设置，他是怕失误，卡一个万无一失。切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妈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解释一下了。然后你妈这种两兵，那就送两个。家里面，就送两个石头。家里面被农民已经被咬的妈妈都不认识了，四个了。我知道呀，这他在打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五个农民了。他想去强换。还是说他就知道这两条狗能够杀他五个农民，故意砍个农民在里面，不让对方打。哈哈哈哈哈！啊。我这波换完他还没赚什么呀，赚个毛。他如果农民不死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可以，因为他其实逼对方出了很多的狗，经济其实挺伤的对方。本来决赛要 ZVZ 了，有点像我手打不过呀。决赛要 ZVZ 了，这局面小黑已经很烈了，想要翻盘的也不是说翻不了，但是除非要 impact 的不失误很难翻。对， impact 只要正常的运营打下去很难翻这局面，除非是小黑什么爆了一波使徒出去， impact 没看到，然后打了他一波农民。因为上一盘我们已经看过了， impact 是不会被小黑这种多线打乱节奏的。对，往回飞啊，然后进去摸农民，摸狗一个，没事没死不了。往外要包这波，看怎么藏。这狗比这个位置有点骚。那怎么办嘛？他只能在这个地方藏呀。他还是个就是强压呀。但问题你这边强压你没 VC 啊。又绕一波使徒，自己三开，这个使徒绕的有点好，我只能说 impact 好像家里面出了点蟑螂。哎，对，先哎，包不了，有那个门禁。哎，这已经乱了，家里面被穿狗，这怎么进去了？他在搞对方家里面农民，搞了五个、六个上去，继续七个、八个，还可以。这种没有这个，这种没有这种攻速的使徒能够烧八个农民，很凶了，两个人比抗压了。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吹一波 Classic， 世界上抗压最强的选手。不是 Impact 直接一攻蟑螂一波了，农民都不补了，很难打。小二点了三矿让你骚是吧？双威啊，小 hero 也准备要挡这波了，他已经知道对方可能一波要来了。他刚才可能看了一下三矿农民不多，他不是知道对方要一波来，而且他觉得你是蟑螂，蟑螂就出不朽对吧？他如果说知道一波要来，他还会去换家。对啊，
干嘛？知道你不来，家里面极限防守，换家才有生命。可以都行。哎，飞三基地，再分两矿，银贝克的也分兵了，一二 CF 的了，家里面一十一个农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上面还有两个，这文件，哎，十四个了，这他妈太骚了，这个不会吧？这怎么骚回来了？十六、十七。我怎么感觉十八，家里面开始双面开始爆不朽，哎，不是吧 ？Impact 的就像一个受气包，我就感觉。你妈的，我都没 OB 过来，刚才家里面这两个真的是受气包啊！哎，太他妈冷骚了，我真的有点服他。好了，受不了了，老子干死你一波！哎，没有冷静哎。哦，没有冷静，没有立场。有个冷静吗？不是。他冷静在外面骚呀，他有个毛冷静。哎，怎么有点过了？干死你！让你骚！干死你！老子干死你！你妈的！干死你！干死你！让你骚！干死你！干死你！妈的！干死你！现在才刷立场，晚了，早一点立场出来，说不定挡住了这波。大快人心，我告诉你。好了好了，其实他真的，他三个不朽如果在里面的话，你这波不朽还打，你这波蟑螂还打不赢。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。好了，赢贝克的还是赢的呀。让你找个狗逼。他真的小黑肉稍微注意点细节，这场比赛就又骚回来了。他太快了，节奏多线太猛了，所以说他其实最后这波不骚，他也守住了。骚成这样了，还要骚，真的骚全场被一波捅出来，每次都这样。是 Hero 反应慢的，这也不是反应慢的，主要还是因为我跟你说，不是，主要是他的所有注意力在前面去骚别人的。你们要明白，他只同一时间只能操作一个地方。哎，装，不是，他现在在拖，他是拖你的兵回来，然后他准备要下打一波了，但好像不是，他在双线啊，这妈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可以回沉淀，我看有没有回有能量。这看到了。其实我觉得 Impact 很虚，你发现没有？好，然后他再去主矿刷一轮吗？没有啊，他正面开始打了呀，正面能进，找一个位置用立场吃你，然后这波他一会儿进你家，抓一个 timing， 他也是抓 timing 的，但别人变了一波火蟑螂，这波火蟑螂很重要。哎，我不信他能打死。不好说。插绕。不好说，这波插绕进家了。没反应，哎呀，没反应。怎么分？怎么分？分那一波边。没问题，他进主矿呀，他分了四个，他进主矿，下面又来了，有没有立场？立场在哪里？立场，四个不朽，立场隔一排刷来一轮叉，后面来一轮叉，拖农民，银白哥的压力很大，家里面这个叉也没操作了，再来一排立场，砸开，继续。妈，打得很紧啊，小黑打得很紧啊，这波三个不小，快立场呢，又来，冷静，冷静，走了，好了，守住，我靠，现在有来有回，哎呦，你妈差一点就差死了这个三线，真心屌。这波打完，基本上他转双 vs 又是什么的？这妈的，家里面直接乱了，出自爆球了。他准备，他拖了出自爆球。这个我刚才真的差点打死。这样打完这局是这没救了，应该来说是没什么机会了。他现在尽量拖，然后出自爆球。但 Impact 这边转刺蛇了，机会不大了。怎么出自爆球跟转自车其实问题关系不是很大，没有自爆球没有以前那么猛了、啊。哎，对，那是。如果是以前那个自爆球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翻的，炸到两波就翻了。哎，我靠，这提前不可能的好吗？不可能的。他尽量的耗蟑螂，现在就是一个一个耗，然后家里面三开自爆球带立场，老子今天不信呢。你把这个局面给我翻了，哎，为什么他们的比赛就那么充满悬念呢？不，如果自爆球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刷牌追点。
你不是用插，要不然你没输出对吧？对，预爆球带插这种组合，只有海参能够打出来。他用立场，他用立场隔过来自爆球炸。我现在都没想过，就自爆球带插是什么东西。先尽量的拖，尽量的耗。来了，这边过来了。四个自爆球有，打的时候应该有四个自爆球。哎，哎呦，漂亮。这波勾的还可以，想尽量的占便宜，自爆球在后面包夹过去，但金贝克的有狗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只炸到一个正面，我们看有立场，立场隔一排，后面被包了，自爆球继续，一个、哎、三个刺蛇再来，第二个，来一个，这个很好，再来，还有，来自爆球，立场隔一下。自爆枪，哇、哦！哎呦！但不行了，没有没有来，还有一个自爆枪，打不过，没办法了，积极了，积极，尽力了呀！我只能说不是以前那个自爆枪。我们 Impact 真的强，他后面续的这些狗太重要了。但你不觉得？哎，这就是大自己农民。大自己什么意思啊？炸自己，我开始炸。机器啦！金带的真的强，小黑这骚逼，切，死啦！好嘞啊，小黑肉！机器，决赛就是肉个蛋啊，金带。我小黑肉这个比赛的确有点好看，是真的。嗯